车你在干嘛？洗车呀？轮子不用洗。啊，洗好了晒着啊。兄弟，你今天洗这么多椅子干嘛？爷爷正好过生日，我在家里面打扫一下。不是还有几天吗？我慢慢收拾，我想给爷爷给他好好过生日。那我给你帮忙冲吧。拜拜。爷爷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对我这么好，所以今天我头一件好一点，我想给他好好给他过生日。你想给爷爷怎么过啊？小舅，哎，过来看，我想带你布置一下。你想怎么布置？我想给你弄漂亮一点，放在这个顶楼气球。嗯，可以。哎，我可以再往上买点材料。哎，你帮我参考一下。可以啊。你看这个呢？这个好看。嗯。这个，这个。就这个。嗯。这个，就这个。那我就下单这个。嗯，可以。嗯。咦，飞飞穿裙子好漂亮呀。咦，小妞，我平时都没有见过你穿裙子，我穿裙子肯定不好看。咦，这么漂亮，还有请你穿裙子，好美呀、啊！咦，真的好漂亮，是不是老李？你说对。对呀。到时候再给你买一个，你洗一下啊。哎，爷爷过生日，我们穿裙子跳舞啊。不会跳舞。哎呀，好期待刘晨跳舞啊！老李，你别说了，我过节陪我们在一起跳舞，早已经学会了，你看。哦，这个歌叫爱，结婚的时候寓意好。对。唱的不错，你可以。我把这女单扫一下，把这首放在楼下。还有这个，你给我一下。你不上了，放着。放的时间挺早的。哇，爷爷跟美少女去独角。嗯。刚好我们家里还有窝子，是吧？可以，我去洗独角啊，我回去取窝子啊。好的。牛卧丝也可以吃，我平时都喂鸡子的。我看让超子吃乖，好吧、啊。那我聊啥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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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咦，小牛那这么多吃不完呢？不吃也老了，多添一点吧。反正你喜欢吃。今天我们做馍馍炖汤，不炒菜，弄这个凉拌。弄荤荤菜啊，可以啊，这个挺好吃。大爷，大爷啊，哪里羊面出草几啊？哦，出草几啊？出草几，早上吹羊子没得草。这个东西还在这打太阳打好。这个总是太阳打好，潮湿的好。Thank you.
男生还是女生，还戴皇冠。我叫。给小卢来，我去，你去尝吃。都有这种，好的。